好端端的骑在路上，没想到前方停等红绿灯路口却出现惊悚意外。一辆拖吊车车上载运的车子却突然从上方滑落，直接撞上后方骑士，害他连人带车重摔倒地。但汽车这时候还不断向后滑行，其他用路人吓得赶紧闪避。幸好热心民众及时上前用肉身阻挡，才没让伤害继续扩大。会不会觉得很夸张啊？有一点，对，我觉得这算是已经算是公安的问题。意外发生在5月31号傍晚5点多，桃园市桃园区温州一路与文中一路口，一辆拖吊车实施拖吊作业时，但汽车不明原因却从上面滑落，一连撞了两辆车，还害一名骑士擦挫伤。警方获报立即前往现场处理，初步了解为该拖吊车钢缆断裂所导致整体事故发生，后续由双方协调赔偿事宜。车子上架的话，我们就是有特殊的钢索，钢索把它那拖上车嘛，一般的话机会要断的机会是很少了，除非是它老旧了，老旧的时候要更换。拖吊中的车子却突然往后滑行，后方机车骑士吓得赶紧闪避，好在当时车速都不快，汽车滑行一小段路就停了下来。不过民众亲眼目睹惊险一瞬间，真的让现场所有人全都吓坏了。经纪人邱彦宁、杨仲祥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